小猫头鹰，作者来自爱尔兰的马丁·维德尔以及英国的派克·宾森，由林良翻译，明天出版社出版。从前，有三只小猫头鹰，秀秀、皮皮和比比。他们跟猫头鹰妈妈住在树洞里，洞里铺着树枝、树叶和羽毛。哦，这是他们的家。一天晚上，他们醒过来，妈不见了。秀秀说：“妈妈，妈妈到哪儿去了？”皮皮说：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比比说：“哼，我要找妈妈。”小猫头鹰想了想，对了，猫头鹰都很会想。秀秀说：“我想妈妈是去捉小动物了。”皮皮说：“她去找东西给我们吃吧。”比比说：“我要找妈妈。”妈妈一直没回来，小猫头鹰就走出树洞，站在树枝上等。秀秀站在粗树枝上，皮皮站在细树枝上，比比站在老藤子上。秀秀说：“他一定会回来的。”皮皮说：“很快就会回来。”比比说：“我要找妈妈。”树林里好黑呀，四周的东西动来动去的，他们要很勇敢才行。秀秀说：“妈妈会给我们老鼠和好吃的东西。”皮皮说：“我同意，他一定会的。”比比说：“我要找妈妈。”他们坐下来想，猫头鹰都很会想。秀秀说：“我想大家最好都站到我的树枝上来。”他们三个就这样挨在一起。秀秀说：“妈妈一定是迷路了。”皮皮说：“说不定被狐狸给捉走了。”比比说：“我要找妈妈。”小猫头鹰都闭上眼睛，祈求妈妈一定要回家。快看，是妈妈，妈妈回来了。妈妈轻轻地，不出声地，穿过一棵棵大树，向秀秀、皮皮和比比飞了过去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小猫头鹰都叫了起来，它们拍着翅膀，摇摆着身子，在树枝上一起一落地跳着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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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回来了！妈妈，我们想你。猫头鹰妈妈说：“你们怎么那么心慌呢？你们应该知道我会回来的呀。”小猫头鹰想了想，哼，猫头鹰都很会想。秀秀说：“我早就知道。”皮皮说：“我也是，我也早就知道。”比比说：“我好爱妈妈，妈妈。”你等到了妈妈吗？妈妈回来了吗？小猫头鹰想妈妈，你呢？